啊，同学们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这一讲呢，我们继续，这个水墨写生，这应该说是我们水墨写生这一环节最后一课。上一节课呢，我们画了一个笑的一个表情的一个模特，是我们的学员啊，叫李小红，做得特别好，很配合，笑得很开心啊。那么，这次呢，我们画我们的另外一个学员啊，就是我们从云南彝族就赶过来的一个学员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画他，他穿的今天是五颜六色啊，特别好看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么好看啊，画起来是齁难画，忒难画啊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笔墨的效果。按理说这样的服装呢，应该画工笔。啊，画长期的工笔，那么时间长一点，好好抠那些花纹啊，那些这个锁那些边儿啊，特别适合做这些小活，让何家英来画比较好。我来画这画水墨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是等于是上一次形啊，上次大形，最后一次考验，所以我要用点心思啊，我们还是要画一个表情，让他微笑。或者是一个，开心一点的一个笑容，为我们今后的创作呢，做一点铺垫啊。我们现在可以试一试啊。对，稍微一点表情。不要闭上嘴。
云南那边讲话跟四川像吗？四川有一句话叫耙耳朵，你知道吗？耙耳朵啊，晓不晓得耙耳朵啥意思啊？晓得，你不晓得我是耙耳朵，我是耙耳朵。啊，我是耙耳朵，你不晓得。嗯，我是四川耙耳朵。对。我晓得嘛。我画画这功夫有点硬，就耳朵有点耙，是吧？有啥子办法吗？好吧，好嘞哈。你们彝族讲话有没有啥子民族语言？有哈？怎么给你？哦，确保啊，确保。那跟那个藏跟藏话有点像吗？有点像。有点像吗？还有点像。嗯。像得很，一看就是女娃儿嘛。
你晓不得，我们画家，要受训练，讲语言，到哪个地方讲哪个地方语言。你晓不得有个画家黄州，晓得哈？杭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打成反革命，说他受过特务训练，就讲四川话呀，讲东北话呀，啥子啊，讲好多好多，人就说他受过特务训练。韩美林啊，咦，韩美林不错，只有才啊，有才华。可以可以，晓不得我们爸爸妈妈四川的，是的嘛？啊，哪个？我在讲四川话吗？就不像哈，有点像吗？啊，还有点像哈。嗯，黄总呢，他是受过头训练，我是受过头培训。我是高演，我也是高演班儿。是的。我是高音班，跟你们有点像，跟你们这差不多。啊？啊？哦，孙国柱。哦，你妈妈出家嘞？咦，哦，咦，不简单。嗯，哦，是慧光，是慧禅对。你们哪个地方画画的多不多嘛？哦，哦哦，腾冲我好像去过噻。嗯，那个地方，哎，我好像去，哦，有哦，都没得去过噻，没得去过，没去过。嗯，哦，哦，这个可以去嘛？这还有点可以。哎呀，嗯，你晓不得我是有点怕哟。
哎，那个地方有没有还得那个，这个服装是老的，多不多？有啊。嗯。是啊。嗯。这头是又小了。你们小孩的爸爸耳朵怕不怕吗？透点秘密吗？还有点怕我说的，你说的。他呢？哦。哦。啊，不干活。说了，死鬼娘啥子都好，就是耳朵有点怕。晓不得我原来就是爬都爬得厉害噻，受不了了，出家了。心里好多苦楚，没出去树，只得菩萨讲。啊，是的，你去过高雄啊？
这个近距离啊，真的是挺麻烦的啊。是，以后就有经验了，就是凡是画这种近距离的时候，把头画大一点儿。腾冲原来是这个抗日一个前线啊，那是这个什么飞虎队什么都在那边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嗯，而且那个地方啥子楚啥子啊，最有名的啥子啊，翡翠，是吧？哎，那个地方翡翠很有名。我先把这个主线画出来，不要被它这个身上的花纹啊，给它干扰了，因为身上的花纹，你稍微不小心就被那花纹给抓住了，啊，就走到那边去的时候，你再回来找这个线就麻烦了啊。所以先把这个主线找好了以后，大概位置定下来，不会跑到哪儿去的时候，你再慢慢扣这花纹也可以，啊。看来我们今天要抠它的花纹，那就是那费老劲了。嗯，我都觉得头是不是还大，再大一圈好像要。我在学生到那个西双版纳去过，嗯，到前线，好啊，对，70年代末80年初那个样子。好，这张就这样了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啊。